现在看着啊，夏大哥，哎，上货，要上货了啊！哎，这是是不是要上货了？四川成都的生食货，在500仙桃鱼米之乡，今天第一首次来货了啊！开直播上货啊！看一下货啊，马上那个是上来了，龙光烘焙的老公啊，那是主播生食货这个搭档来了。哎呀，招牌动作，招牌动作，三七。条子如何？牛逼克拉斯！不要，不会遭到大火。对的，对的。申师傅技术是杠杠的，全网。大火火！牛逼！漂亮啊！漂亮！这就是龙哥烘焙的老公啊，在主播也是申师傅的搭档，首次在500仙桃鱼米之乡来首播。团长，肖大哥，团长也在场啊。因为事先跟团长这个联系之后，团长今天安排的这个很普通的一个资源，生食搞得汗流浃背，喜欢老铁点击一下关注。